嘿、hey, 大家好，今天的影片是要来教各位拆解机车的方向灯的按钮。还没订阅的朋友请帮我在右下角按下订阅，我们准备开始。这个按钮是我光阳机车的方向灯的按钮，那因为这个按钮已经故障了啦，它的里面的那个铜片已经磨损了，所以它接触不良，所以我有时候打方向灯它没有反应。啊，我现在刚好这个故障可以拆下来看看里面结构，顺便分享给各位。还没订阅的朋友请帮我在右下角按下订阅，我们准备开始。我方向灯左边它装进去它会变成这样子嘛，那它下面有一个盖子在这边，侧边的话它有一个顶住的开关，哦，那叫顶住。那我们一般的话，拿一个一字起子，从这边稍微撑开一下，它就盖子就拉起来。我们这边顶一下就好，好，顶一下它就开了。哦，因为这是旧的，所以它已经那个。比较容易拆解，那如果新的话可能会比较轻。好，你们有看到这上面有三个铜片吗？这三个铜片就是控制左灯跟右灯。那我们平常不是按左转灯有没有？左转灯的话会往左边推嘛？往左边推它有没有？它这个下面的机构它就会往右。我们这边往左，它会往右。往右的话，它会把下面这个机构下面有一个铜片，会把这两个右边这两个的铜片导通。那这导通的话，方向左边的方向灯就会亮。哦，这样子已经导通嘛。切回来的话，按下去它就切回来，切回来它这两条铜片就没有导通。哦，这样就恢复原来状况。那另外一边右转灯的话，我们这边右手左手按。往右边切嘛，这样子往右边切就是右转灯。那右转灯它机构会往左，里面的机构会向左。向左的话，这一个最左边跟中间这个铜片它就会导通，然后它就会，你导通之后，右转灯的灯就会亮，就会开始闪。好，机构大概就是这样。那这个盖子拆起来之后再来我们要拆中间这个。中间这一个它有一个弹簧，因为我们这个可以按下去嘛，它可以按下去有一个弹簧，那里面有一个珠珠，小珠珠。这个珠珠如果你们要拆的时候小心不要弄掉了，轻轻的往上拉它就起来。你看这里面有一个弹簧，它珠子在这里，这个珠子掉了你们就这一个方向灯就毁了，就少一个零件。那再来我们的拆这个塑胶膜。这个塑胶的话就是顶住这个下面这个基座的。这基座都往上。你看这往上慢慢拉。那不好拆的话，用一字稍微慢慢顶一下。好，顶开它就会就这样子。好，这样子这个基座就可以拉起来。好，这是上面的基座。好，再来就是下面这个最后一个，就是在关键的这个地方，关键这个扇形这个塑胶，拉起来有没有？秘密就藏在这边，有没有？我刚刚说的那个铜片导通不导通，它就藏在这边。它刚刚有掉一个零件，是刚刚那个旋钮开关的，这个白色的是旋钮开关的，装在这边的。好，装在这边去做旋钮开关，它摩擦久了会掉。它是这样子，
装在白有一个箭头的这边，从这边方向放进去。那因为我们这个什么，这个方向灯的铜片有没有感应铜片？它去旋转有没有？刚刚这边做旋转，这个扇形的东西去做旋转，左边右边去做旋转，那磨久了它就会磨损，这个东西就磨损。那磨损的话就这个东西，它有两个铜片嘛，你看这边已经快要不行了，左边这边已经磨到扁掉了。哦，这个东西就是消耗品，久了磨平了，它就接触不良，接触不良这个开关就要做更换。或是说，你们如果买得到这个铜片的话，就可以换这个铜片，这个开关就可以继续使用。那我大概再把它装回去给各位看。哦，一样装回去的话，就是扇形的这个塑胶放回去，然后再把这一个尖尖的这个东西插回去，插到这个上面。我插上去，它会压下去，会卡住这个扇形。然后再来是装这个有弹簧的这个东西是最难装的。哦，这个东西要有点技巧。然后刚刚这个白色的有没有？刚刚这个白色的是朝在下面，然后这个珠子是放在这个弹簧上面，然后再顶到这个基座，再把它放回去。哦，因为这个会比较花一点时间，我大概就是这样装回去啊。那个珠子，反正这一个开关已经坏掉了，我只是先把它装回去。好，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照我这个方式把它拆解，然后这个盖子最后再把它盖回去，这样子。好，盖回去又会变这样子。啊，这个是故障了啦。所以说，你们如果说好奇的话，就是可以把这个盖子打开，然后你拿那个三用电表，哦，这个地方也是可以用三用电表，哦，去量这个有没有导通。哦，像我假设切到左转灯、右转灯没有坏掉，没有坏掉它左边这两个会导通。它有两个会导通。你如果是切左转，它会导通。那如果切右边的话，右边的话会换这两个。一样是这样子量，就是说它这个实际上装上去会变这样子。它装上去，它现在是左转灯，左转灯的话，我这左转灯坏掉，左转灯坏掉翻过来刚好是左边这两个。那右转灯它是你装在摩托车是这样，右转灯，好，装这样切到右边右转灯翻过来刚好是右边这两个。哦，有通的话就是好的。那刚刚左转灯这两个没有通，表示它那个刚刚那个铜片已经磨损了。那磨损的话就是故障，所以这个也没办法处理。哦，那如果你们有办法把铜片变厚的话，这样子这个开关就有办法修回来。今天的分享到这边，喜欢我的影片，请帮我在右下角按下赞，我们下次见。